今天大成迁台60周年，我有幸代表马总统来出席，也看到好多中央到地方重要的首长。你看，各位可以了解到啊，像立法院洪副院长、林德福立委、张庆忠立委抗力，他的夫人也是新北市陈景殿陈议员，陈同源议员的主任啊，还有连议员，还有我们也看到洪部长，还有一位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一江山当年的反共救国军，在大城是胡宗南上将，他聚集了数十个忠贞坚定的这个志士，组成江浙反共救国军，他担任总指挥。